立法院内政委会审查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草案，包括行政院以及原住民族立委所提出的版本，一共七案，分别针对抢救濒危语言、族语师资培育及专职化，以及成立财团法人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基金会等，要如何营造健全的原住民族族语环境，让族语和现代社会接轨，请锁定本周六晚间7:30，部落大小声。